现在还有其他人在找你。谁呀、啊？不管是谁在追安宁，他有多厉害，只要安宁是单身，我就有权追求他。苏洛，安宁现在需要的不是一场浪漫的恋爱，而是要把握自己人生的方向。你让他自己做选择可以吗？你不要瞎搅和在里面。怎么能是瞎搅和呢，姐？我也是他人生选项之一吧。安康，那你先玩吧，妈妈去找苏菲阿姨，别乱跑啊。嗯，好。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，安宁其实，他其实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。什么事儿？你不需要知道。我告诉你，苏洛，你跟安宁之间，从原生家庭到成长环境都很不同。你听我把话说完，你们之间还有一个孩子。你做好了一个当父亲的准备了吗？你能对他们母子两个负一辈子责任吗？我告诉你，苏洛，多巴胺最多维持2年。你要的是谈恋爱，安宁要的是一个家庭。你能不能成熟点？不是，怎么算成熟，姐？怎么算成熟？谁能保证一个人的婚姻100%的不出问题呢？我不是说你的意思啊。我不是说你的意思，姐，你说的这些问题我想过，我很喜欢安康，我真的很喜欢他。苏洛，你现在跟安宁最重要的是抓住手里的事业，你已经快没有工作了，你不要害得安宁最后连工作也没了。你记住了，冲动是不会让你们有未来的。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说的追求安宁的人是不是庞鑫？安宁在这儿的工作是不是庞鑫安排的？项目啊，听说是西园的庞总给保下来的，飞姐直接就跳过了新兵的。飞姐还真有一套啊。他俩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？